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and the Professor Yang research team. The title is The Effect of the High Heel Shoe with the Different Toe Shape on the Top Blocker.分享的题目是不同鞋头宽度的高跟鞋对人的外翻的影响，我叫有59%的女性平均一天穿着高跟鞋会超过8小时以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她会超过8小时以上？主要原因是由于流行，那你的关系会穿着高跟鞋，有对，然后穿着高跟鞋，他们在选择高跟鞋的时候。 会选择比自己的前足的斜宽小于1.2公分，然后由于这样的原因，可能会造成所谓的就是造成一些足部的病变，像膜外翻或者是什么等等其他一些问题。在临床上，膜外翻的定义主要是这个角度，就是这个角度大于15度，以及120度这个比的角度大于9度的话。 他都把它定义为由膜外翻的症状。对，再来，膜外翻造成的原因有很多。首先，一部分是由于先天因素所造成的，就是先天因素，也就是说在那个第一指骨 MP 救援的地方，它的一个有所谓的weak，有那个就是它的韧带比较松脱，然后进而在走在 push off 的时候，在走路的时候，它这边的稳定度会较差，然后进而让拇指有外翻的现象产生，这是先天因素。后天因素的话，不外乎就是鞋距所造成的，鞋距过窄，就是它的那个 楦头的那个斜距过窄，然后造成有所谓的一个是脚趾头有一个收紧的一个机械力量，就像这样，往这边压，然后使得大拇指向外弯曲，然后造成膜外翻的症状。然后除了这些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些文献去做一个测试，像他去探讨一个所谓的 frontal bus 的 narrow toe bus， 然后 以及跟所谓的 high 那个 heel high 的部分呢，去做统计，发现第一步先发现，穿着一个所谓的 narrow toe bus 的话，有产生就是有统计下来有总共有36位有膜外翻，然后如果加上 high heel 以及所谓的 nano cobalt 的话，有达到30位，有膜外翻。对，再来的话，因为除了膜外翻之外，就是鞋那个 cobalt 过窄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那个鞋跟高度。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得出来，从第一群增加到单一群的话，它的前足的 4-footer的 pressure 的话，会达增加达到 76%。对，然后最大的主体压力会在头腕以及美发卡手，还有第二指这边，它的那个压力最大值会分布在这部分。再来，这些都是一个算统计上的一个 study。 另外的话， 因为由于现在的那个有限元素越来越发达，所以有人想要就是又有另外一部分去探讨实验没办法得到一些数据，像一些存这种。然后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因为有一些学者他是使用静态的，有一些学者使用动态的。他然后除了这边之外，还有在所谓的旧影的，就是
就是旧人的就是每一个关节的话，有的是使用大力的，那有的有真的有把那个关节做出来。这一部分的话，有做关节跟有关节的 model 跟没有关节的 model， 它在如果在模拟的话，可能会对你得到的 data 会有误差，因为你没有关节活动度的话，就是有降低关节活动度的话，在你走路的时候，往后的分析的话会有误差，所以就是因为当然 model 一定要做的跟真实的一样，真实的 model 一样，这样你到时候simulation 出来的 data 会比较更真实。对，除了这些，那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 sub tissue 的部分，像 ligament 啊，关节软组的部分。对，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 data 可以看得出来。另外，刚刚都是只针对足部的 model， 然后去做所谓像去分析鞋垫的效益。另外在2019年的话，有针对用有限元素法去探讨母外翻的那个成因合照。可是这一篇的话，它只是做一个单纯的单纯的 barefoot 以及穿高跟鞋，就是只有静态站立而已，然后去探讨在这个的。现在探讨这边的意义值多少？意义值显示为4.46，然后因为由于这个它没有鞋面的关系，所以它下一个 team 的话，额外再做出一个高跟鞋的鞋面。可是它高跟鞋鞋面的话，它这边 data 得出来的话，只有1点多的 megapass， 因为它只是单纯的一个鞋面去束缚。它虽然有做一个不朽服的一个 simulation， 可是它在这边的 data， 它在这边讨论这一部分，它并没有表示出来，它只是表示出只穿穿高跟鞋，然后去探讨鞋面对就是第一美啊，它有这一个的那个。的受力值是多少？对，然后稍微做一个简单上网。当然，穿高跟鞋的确会增加前足的足底压力，大拇指还有美塔塔索纳的地方。但楦头宽度的话，很少有所谓的相关研究。然后往往的话，一些以前的 model 都是将model 都简化掉，然后使用静态的。所以到时候模拟出来的话，跟真的有所谓的差异。然后刚刚这一篇的话，它就省略了一个鞋面的局数，所以没办法证实说，四点多 megapass 这个 AP 教你这边的，地质股这边的地力值是不是就是造成母外翻的现象产生这个有代价。这个有大家去做一个研究，然后所以我的目的就是使用动态有限元素法去建立出一个高跟鞋，也就是建立一个足部的 model， 然后穿高跟鞋，以及分别探讨不同鞋面的宽度以及鞋面的拘束形式，然后做搭配实验，然后去验证这个 model 对不对。然后再来去探讨那个国外版的基准合照，再来就是我的 forecast， 当然就是由 CT scan 去得到一些 model， 然后再丢到有限元素去建模给建议 model， 然后在实验在 boundary condition 跟loading condition 的部分是用实验去给它输入进去的，然后之后的话再去验证 model 对，然后再一系列探讨。探讨高跟凉鞋，然后还有另外还有探讨一个所谓的，就是因为我有探讨三种不同鞋面的宽度，以及两种，一种是高跟凉鞋，一种是包覆式的那个高跟鞋，等一下会有图，然后这就是一些建模的过程，然
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像修补一些破面啊，增加一些看见的 GIG 一些立刻本，然后还有下面的话就增加一个printer 大小，然后再来就建立一个高跟鞋的 model 跟它，然后跟我的足部的 model 做一个 combine，然后再来就因为我拿的是一个高跟凉鞋，所以它前面有一个鞋带，之后的话再建立一个那个修费，然后这是一些材料。再来的话就是一些 Founder Condition 是从实验那边得到的，像这个我模拟的话是这个地面固定，然后这个角就是模拟的一个位置的话是跟真实做实验的这个 Heel Strike 这个位置都是模拟的，对，就是刚好在瞬间 Heel Strike， 我模拟的整个过程是 Heel Strike 到Minor Stain 这个过程，然后再决定一些像给这边的，这边是给一个 Z 轴的 force， 然后还有 X 轴的像所谓的 fresh 的一个 moment， 我给定这两个参数，然后由于要简化，就是怕到时候会有一些运算的不一定，然后把一个 moment 原本的真实的 momentX 轴 moment 这样，然后把它讲完，把它smooth 掉。当然就是说，再来就是一些人的话，就是一些人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参数。然后实验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使用 Bicon 八台的高速摄影机，然后加上滤棒，以及还有一些配料去量测他们主体压力，然后就是这些相关问题的 mark。对，这个的话，主要是去建立好model， 然后去这个位置，就是Heel Strike那个位置，去参考这个 S 光线的位置，然后去做一个调整。对，我所模拟的可以分为五种，一种是高跟凉鞋，然后一种是叫一个算一个一个包覆式的一个高跟鞋，做了这两种置换，然后我还去模拟出不同，想要模拟出更尖一点的那个尖头的高跟鞋，所以去改变它这边的宽度。这边宽度的话，原本的 barefoot 这个的足宽是81，这个是81，然后我去把它缩成。缩掉四毫米，然后再缩掉成剩71毫米，对，然后去探讨这三种这样的模拟，哪一种造成那个模外翻，它在这边的应力值会多少，然后我就看一些实验的参数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叫实线的部分的话是穿高跟鞋，虚线的部分的话是 barefoot 的，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 X 轴的光源性 force 来看，穿高跟鞋的话在 X 轴的光源性 force 会下降，在这个 base 的时候，然后在 Z 轴方向的话就是垂直方向的话，它的高跟鞋也是在50%左右的 base 的话也有下降。对，另外的话，为了想要知道我的那个 model 是不是正确的，是不是可用的，然后所以必须跟实验算是做一个validation， 然后 validation 的一个值是 incorporation angle， 实现部分的话是做实验出来的，然后。像这条比较浅色的 curve 的话是 simulation 的，然后我们从我主要是模拟到差不多0.4左右，每 second 而已，然后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因为我在这里的
给的 moment 是从你慢慢给说他会。